要先把线香上浇水，所以每个人拿一支线香。那个真实的、真实的那个仙女棒不是这么做的，因为我们没有机器啊。来，那个什么，我用胶水用在纸上，被子上。那其实要粘的时候很简单，就把它裹上一层胶水就好。那不够自己再用，那整只要裹到。好，我先去拿一个东西。这样。小美。对啊，我是觉得前用这样，我是觉得前用的方法比较好。来，那个，来，我讲一下，我们需要四个东西，第一个眉粉，你们都知道，要让大家知道说什么颜色的光，亮光，白色的光哈。来，那我们的那个什么仙女棒不是有啪哧啪哧的那个火花吗？但是烧哪一个？烧铁粉。哦，所以烧不同的金属产生的那个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哈、哦。再来是活性炭粉，加快它燃烧速度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模拟那个什么仙女棒，不是烧的速度极快吗？哦，那为了要加快它燃烧速度，就加它哦火药成分硝酸钾这样子，把四个混在一起就可以。然后等一下你们就把它裹上那个粉就可以了。那但是、哦、我们要等它干，所以裹完粉，等它先摆旁边让它晾干。你干嘛打我棒棒？打你棒棒！哈哈哈哈哈！因为上课每次都我被恭维，哈哈哈哈哈！会消音吗？是 B， 整段都在 B， 哈要抹均匀的，来。你们不要用我的去割别人的东西。口罩脱下来，蹭口罩，蹭口罩啊！走，他，应该是拍这个，不是拍我。就合照，快点跟他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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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